上请教早，欢迎收看今日三月二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雄祖。先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的武汉肺炎确定病例，昨昏又增加26例，目前拢总有195例。昨昏增加的嘛，拢是境外带病入来较济，有12例伫咧机场检疫的时候查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那阵旅客伫咧坐飞机的时候有食退烧药啊，安尼是袂防范。按阮若是倒来了后，写健康声明无实在，就会防处罚。疫情即马伫透摊，有人烦恼讲，真侪国家拢封城，安尼咱台湾敢要对咧做？但是中央是表示讲，咱台湾离迄个抗战也阁真远，目前政府无迄个安算。武汉肺炎透到全球，伫中国了后，意大利、美国、法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嘛拢封城，防止疫情扩开。但是台湾有一天，可能有种情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但是两回应，会以疫情公告为原则。那对，基本上是预先公告为原则，但是有时候突发的情况那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的掌握之内，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让大家有一个准备的时间。不过台湾离那个情况还非常非常的远。国内这几天大部分的确诊案例是境外移入，其中国内23确诊的26例，到12例是在机场检疫查落来。但是两方向有一挂入境旅客可能发烧、先吃药啊。指挥中心未因为旅客吃药啊就处罚，按讲若是写健康声明无实在，就会罚10万到100万元，强调温暖无意义。那就你可能吃了药，坐飞机回来，进来可能你的身体就看起来你的发烧也退了，那咳嗽也压抑住了，所以在机场可能会不会被查验到，可是这对自己不是一件好事情。好多尽早有症状，那尽早的可以裁剪。那家人也比较安全。台湾采取防疫措施了后，都未少个人，或者是留学生回来。对一开始的一天8000多人，已经降到目前一天3000多人入境。指挥中心估计，人数会在2礼拜内渐渐减少。但是中表示，唔惊境外移入的案例多，只要居家检疫、甲机场乱查做了好，本土疫情就未扩大。记者综合报道。昨咱国内加26个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目前咱国内拢总有195例。为着防止爱伫厝内居家检疫，也是隔离的人出门四界拍拍照，警察局即马临检系统内底嘛拢有建立民众的旅游史。对昨开始，警察会去特定场所临检，比对身份。国内武汉肺炎确诊个案阁增加26例，其中25例境外加1例本土，全台已经195人确诊。新增加本土病例是35岁女性，伊是甲确诊的中研院德国籍研究人员大做伙，也是中研院群组感染的第5名确诊个案。机构内原来的这些老师跟学生里面的一位的女朋友所以这个案例的脉络也算是比较清楚。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境外移入个案其中有5件群组，170例甲189例两人是翁某。三月中到西班牙旅游，回国了后发病采检确诊，171例、174例两人是同事。1月到2月期间到荷兰工作，175例甲178例是因厝内底人夜到登去。4人伫3月20日转来入境时，由机场拉查通报确诊。172例、173例是一对翁某，去年10月底到法国工作。到读册，回来入境采检确诊，177例甲119例两人是同事，3月中去美国工作，两人前后确诊，195例伫3月初甲137例甲145例斗阵去美国旅游，回来了后发病确诊，其中年岁上细汉的确诊个案要不到5岁。其中的一位的小孩大概只有4岁多，不到5岁。那因为他们整个一起工作，一起在那边住在一起，所以这等于是这4个也就是比较多。大家拢真烦恼，海外回来居家检疫的人会拍拍照。指挥中心表示，警察局的临检系统已经甲旅游署资料交做伙，临检时照输入身份证字号或者是护照号码就知影是毋是居家检疫的人，而且各管区也伫门口要警察做身份查检。今天开始，我们各县市大概会采取的方式是，在夜店的门口会有2位的员警，在对进入者呢去执行这个身份的查验那如果是这个非属居家检疫者，才会让他进去。
指挥中心尾仔嘛也到各县市进行防疫视讯会议，由指挥官陈时中主持。除了了解各县市防疫，比如如何落实居家检疫，防疫车队如何协助居家检疫人看医生甲转去，也过各县市设定防疫旅馆这议题，希望有搁较侪共识。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台湾的武汉肺炎病例有190例，咱来看这195例伫台湾的什么县市？目前咱台湾确定病例有195例，台北市有52例，新北市有51例，台中市有24例，啊那桃园市是22例，高雄市是12例，台南市有9例，彰化有8例，新竹市有4例。昆林甲屏东是3例，新竹县甲南投县有2例，另外伫嘉南、宜兰、苗栗拢是1例。这资料拢是公开的，是疾管署提供的。来关心武汉肺炎，即卖嘛拖到政府单位，环保署有一个基层员工3月初已去埃及旅游，确定去为着武汉肺炎，因为回来了后有去上班，所以嘛影响到4个同事，即卖爱防隔离。不管敢是环保署员工，只要进入一楼，拢总爱量体温，4月也拢有酒精打洗手，要求进入的人爱消毒，体温规格。因为就伫一楼大厅后壁避暑处，有一名基层员工确诊武汉肺炎。早起环保署长张祖敬伫立法院为环委员会证实这件代志，表示这名员工13号回国了后，隔天刚到高雄来上班。13号礼拜五确实有进办公室上班一天，比较。接近的有4位同仁，我们就请他这个居家或是隔离来办公。环保署强调，这名员工因为伫一楼上班，并无坐电梯接触搁较侪人，佮有接触的同事也拢伫确诊之前就已经先伫厝，也是隔离上班。也毋过，立委认为风险的关系毋是环保署讲得算，是请来进行厝内疫调的防疫师说明。他在工作当天，他并不是发病的状态，所以评估起来，他的职场同事跟他的接触，并不是所谓的密切接触者。目前觉得就是该职场，他的风，第一个是他的风险很低。防疫署表示，事后环保署所做的防疫措施和环境消毒拢算适当，这名员工也无甲民众有直接接触，也毋过伫清长假进前，并无交代要出国旅游，也引起管理质疑。大家出国的时候，埃及并没有任何旅游警示，所以他是没有被限制的。好，所以到底这个整个相关的责任，我们会这个事情告一段落，我们会查清楚，做适当的处理。立立环保署第三名员工确诊了后，并无第一时间说明，而是隔天刚到立法院专案报告前才宣布，引起立委批评，处理优先顺序应该检讨，由立委烦恼下提悬感染的风险，提出散会动议，最后经过讨论决定会议照常举行。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嘛，发生头一阵伫宗教机构食头路的护理师去为着武汉肺炎，也毋过伊是去互相为着安怎为着的，即嘛也搁在调查。住伫即个宗教中心的人，即嘛拢已经搬出去分所在隔离。即嘛有真侪县市已经宣布讲，即阵啊，宗教机构禁止家属探访。穿防护衫的工作人员，礼拜下晡搁去宗教机构内底加强消毒，而且对面床到家具一个啊一个喷。桃园一间宗教机构出现护理人员确诊武汉肺炎，内底大个人甲工作人员拢总81个人采检了后拢是阴性，分别送去3个所在安置隔离。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桃园大小型的宗教机构伫咧4月底进前拢袂使探视。住宿型的长照机构，包括护理之家、养护中心。那么在4月底前哦，一律不准探视，那么改用这个视讯或电话。那第二呢，针对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我们请社会局以及卫生局要督导做这个TOCC 的这个调查，那减少从外面感染进来的风险。其实新北市甲台中市伫咧20日都宣布，病院甲养护机构、护理之家甲长照中心伫咧这段期间拢袂当探病。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毋庸置疑，尤其双北的医疗资源可以互补，防疫旅馆可以互补，甚至包括很多志工也可以互补。侯友宜表示，除非是特殊性探病，限制时间30分钟以内。伫咧疫情的高峰期，老大人甲免疫力较低患者，更加爱较注意护理之家等等长照机构的防疫措施，拢爱搁较严格来执行。台南市嘛提出禁令，为23到4月底为止，家属敢若会当用视讯探视。我们院内的话，也会主动的收集一些院民在院内的一些影像，主动回传给家属，让家属能够放心了解。
高雄市也对日时开始暂停探视，也管制住在里面的人出门或者是去外面大宿的情形。台北市是限制一礼拜探视一次，以户外空间为原则，而且用徛名做主文。亚南六都以外的县市，包括宜兰、苗栗、彰化、南投、嘉义等等的县市，同款也是暂停亲戚朋友入来探视。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联准会即马是宣布第二波宽松的货币政策要救经济，严格美国股市受纾困法案调低国债卡关拖累，道琼指数收盘落581点。因为美国疫情还阁继续伫炭烧，全美国确定病例已经超过42,000例，那纽约州就占了一半，有20,000例。全美国已经有八州下令，非必要未当出外禁令。全美国的确诊数量已经破42,000人，疫情上严重的纽约州感染人数更是破20,000。Number of positive cases, we are up to 20,000 statewide, 5,000 new cases, which is obviously a significant increase.州长古莫嘛要求病院将收治病人的量扩大50%，有必要可能阁需要加倍。伊嘛伫记者会，爱联邦政府担起责任，好好执行国防新三款，稳定医疗物资的计效甲数量。美国总统川普二十日宣布，开船4架海军医疗船去加州，阁派国民兵去纽约、加州甲华盛顿。三疫情上严重的州斗三工，联邦卖伫这三个州设立紧急医疗站。不过，总金额2条美金的紧急经济纾困法案，二十日伫参议院表决，遭受民主党的参议员封杀，共47票支持，未当过关。If the entire economy continues to crumble, with hundreds of thousands more Americans laid off because Senate Democrats won't let us act, that'll lower our carbon footprint, all right? We're very close to reaching a deal, very close.And our goal is to reach a deal today. And we're hopeful, even confident, that we will meet that goal. 另外，为了救经济，美国联准会23日宣布第二波的宽松行动，包括承诺无限量买进债券、压价借贷成本、制定计划，确保资金会当流入企业、甲各州、甲地方政府。这是联准会第一摆推出更加保障款，目标明确，量化宽松。暗个美国股市还是受到国会参议院纾困法案无过影响，道琼工业指数收盘盘582点，盘中不卡到3年前的上个水准。记者综合报道。目前伫全世界去为着武汉肺炎的人已经超过33,000人，死亡人数嘛超过16,000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有81,000+的病例，死亡人数3,270人。咱台湾昨昏加26例，目前台湾有195例，香港有356例，日本有1,140例，南韩有8,961例。中大国家伊拢较严重，超过23,000例。欧美的国家，意大利。上严重超过63,000例，美国大马有超过43,000例，西班牙是超过33,000例，德国已经超过29,000例，另外在英国也有超过6,600例。疫情在全世界滚架，西班牙的总理桑杰士太太之前是传出去防卫着，现在他的丈人丈夫也确定去防卫着。德国的总理梅克尔是因为他的医生去防卫着，所以他现在要防隔离，他现在是在家来办公。不过好消息是检查结果梅克尔并没去卫着。另外英国为了控制疫情，他们的政府在头拄仔已经宣布说全英国要封锁，全英国人3礼拜不能出门。From this evening, I must give the British people a very simple instruction. You must stay at home. 英国首相强森23日宣布英国全国实施3礼拜禁令，民众除了上下班、买生活用品、运动、医疗需求以外，未能出门，未向出馆。所有非必要商店和场所先关起来，包括图书馆和礼拜场所。公共区域禁止两个人以上聚会，商店以外仪式暂停。政府也要求海外旅游民众赶紧回来。加强封锁的，阁有捷克甲荷兰。捷克23日宣布延长封锁到4月7日，除了上下班买食物、看医生等，未当出关；外国人未当入境，民众也未当出国旅行。同一天，荷兰也下令禁止民众集会到6月7日。
德国二十二都宣布禁止两个人以上聚会。总理梅克因接触感染医生，伫厝隔离办公，好佳哉伊结果是阴性，暗过为着保险会搁再复检。不过西班牙总理桑杰斯请人无遮尼好运，桑杰斯因某近日确诊，丈人爸丈人夫二十三嘛感染，加上两个人年会单，病院真注意。桑杰斯表示，病毒攻击每一个家庭，当然嘛包括伊个家庭，伊目前自主隔离。全球疫情真紧破规，世界卫生组织 WHO 日内瓦时间23警告，大流行当地加速。More than 300,000 cases of COVID-19 have now been reported to WHO from almost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s heartbreaking. The pandemic is accelerating.WHO 指出，对收到第一例通报，经过67天累积到10万例，按过对10班累积到20班，加经过11天，对20班累积到30班，加有4天，各国爱提悬警戒，嘛强调封锁会当减少病毒传播，煞无到治本，各国爱检测每一个疑似病例，隔离照顾确诊的病人。对中因的接触数 ，WHO 指出，医护人员欠防护装备。伊会甲20个集团G团体领袖讨论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在家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要向中国展示力。敌军的第七舰队昨昏伫南海实弹演习，军舰嘛有发射一粒飞弹，展现美军伫南海有伫部署。中国解放军嘛有动作，根据日本所掌握的资料，中国的军机昨昏有出现伫东海。来看《苹果日报》。南韩抓到犯罪集团威胁查某囡仔翕性虐待影片，把影片放伫咧通讯软体，报上红看来赚钱。这会员有26万人，受害的查某囡仔上无有74个，包括16个未成年。南韩的社会是真愤慨，超过300万人联署要求政府爱严办。警方目前有抓到124个嫌犯，严格主要嫌犯还未抓到。来看联合报，桃园地方法院的法官何武行，防止控讲伫咧审理案件时，伊讲有坦白讲着交保，无坦白讲着阿人威胁被告出口径。另外，伊个替伊太太去拍官司，昨昏去做伊太太的代理人，已经违反法官伦理，昨昏予检察院弹劾，移送法司法院的执部法庭。来关心，因为武汉肺炎疫情一直无法度收煞，台铁已经宣布讲五月底进前，包括遮去佚佗这款旅游行程全部拢要取消。另外，伫飞行机这方面，对今仔日开始，咱台湾无要开放外国旅客来台湾转机。挂肺炎甚至是挂服务证、穿防护衫，赶伫台湾转机禁令进前，真侪自欧美飞转去中国的学生来台湾转机转去。一挂学生讲。自嘛，美国直飞中国的航班真少，机票又搁起真多。伫台湾中转机票好买，机票也较俗。自嘛，台湾准备甲转机大门关起，真侪中国的学生也搁伫咧想办法转去。大家都还在想办法，要么直飞，要么可能还要再继续找转机的地方。他知道说明天开始台湾都可以转机了。哦，我知道，比较幸运，我感觉。同机场伫咧离山，预计第一航厦将会有1022人入境。第二航厦有2464人入境，出境是无到2000人。虽然出入的旅客甲以前未比的，严格非常时期，同机场公司全面备战。目前70%以上的清洁人员拢在做消毒工作，除了大范围喷消毒剂，小区域也加强消毒的次数。出境的部分，我们一天至少会消毒5次。那针对厕所的部分，如果是出境的厕所，我们就是一天也是至少有5次。那入境的部分，因为现在有入境的旅客进来都是要检疫，所以针对入境区域的厕所，我们是只要有旅客使用过，我们就直接就会做一次些消毒。自拜日开始，禁止来台湾转机的措施启动，航空公司将会拄到国家严格考验。有国际航空的员工就讲，世界无什么航班，唔知要如何经落去。在全世界强要断航的情形下。阿联酋航空也提出禁航的消息，自3月25日开始，所有客机全面停飞。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报你知，咱做伙关心天气。北部乡亲，昨唔敢有听到春雷。春天的天气多变化，咱来看云图。今日透早受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天气小夸凉。日时东北季风就减弱，温度就会回升。今日明仔两天，东半部、马祖、北部山区有局部地阵雨，啊，那东半部嘛有机会会落大雨。其他所在，甲平湖、金门是多云到好天，也毋过中部、云嘉南、甲高屏地区空气品质拢是感冒式的残疾，空气不甚好。温度方面，日时东北季风减弱，温度回升。伫咧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5度到27度，中南部有29度，也是30度。也毋过中南部日时暗时温差较大，乡亲要出门爱扎外套。国际上要紧来关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头一摆表示讲，若准武汉肺炎的疫情无法度控制，有可能要甲奥运延期。虽讲国际奥会嘛已经决定讲，一月日之内会做出决定，也毋过加拿大已经表示讲，因无要派选手去参加。啊，那咱台湾是讲要看局势来决定。新冠病毒在全世界大流行，国际奥会原本也是坚持要举办东京奥运，啊，不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3在国会面顶头一次讲到奥运延期的可能性。こうした IOC の判断は、私が申し上げました完全な形での実施という方針に沿うものであり、仮にそれが困難な場合には、アスリートの皆さんのことを第一に考え、延期の判断も行わざるを得ないと考えています。这是安倍头一次提出冬奥可能延期的言论，啊，不过伊嘛强调讲未取消停办。加拿大是开全球第一枪，加拿大奥会帕奥会发表声明，宣布讲未派人来参加七月东京奥运，呼吁延后一年来举办。和日本压力的还有澳洲，澳洲奥委会表示，冬奥看起来就是无法度照常来举办，爱选手替明年2021年的比赛来做准备。台湾感谢对内做，体育署长是认为讲，即马这个阶段无适合上早做决定。就我们自己国内去评估整个日本的状况，什么时候会做最后的决定？那我们会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做评估，也不宜太早去要求选手或者整团，对，整个去太早就决定，因为对选手运动员来讲，我所接触的他们这个养兵千日，总是希望这个舞台哈不要轻易的去取消掉。疫情发生到今，敢是要办比赛，甲袂办比赛，对比这选手来讲，拢拿手伫西山温暖。国际奥会日前表示，会伫咧4礼拜了后宣布敢是要延期。台湾体育署嘛讲，敢是要参加比赛，嘛会伫4月底左右来做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纽西兰确定病例，即马已经超过100例，嘛已经宣布讲要关公共场所，而且要全面停课甲停工，要封锁4礼拜。啊，那澳洲的防疫嘛是愈来愈严，因为政府已经宣布讲酒馆、餐厅拢要关起来。另外，希腊嘛宣布要封境，啊，不过有专家是认为讲封锁无一定有效。纽西兰总理阿尔登宣布全国疫情宣告警戒等级三，48点钟了后宣告第4级，将关掉非必要场所，全面停工停课。Supermarkets, doctors, pharmacies, service stations, access to essential banking services will be available throughout New Zealand at every alert level. Non-essential businesses in New Zealand must now close.We are all now preparing as a nation to go into self-isolation. 澳洲宣布停止非必要的服务设施，像酒吧、餐厅、健身房、电影院等较会关注的场所，2023年较少人数分别冲上100例。There are some who believe liberal democracies and free societies cannot cope with these sorts of challenges. We will prove them wrong here in Australia. 全球第四大邮轮公司地中海邮轮旗下的华丽号。23驶向澳洲珀斯，规船1700名的乘客团出，伫过去14天来，通报298人疑似出现上呼吸道症头，目前还未证实确诊新冠病毒。虽然会当停靠港口，但过程员未当落船。西澳大利亚东桥也已经准备便宜空间，做好准备接收病人。英国日新增确诊665例，48死。首相强生表示，将采取先保护较脆弱族群的措施。防疫期间，有外宾将爱往外口走，即会当再次提醒。People to be able to go to the parks and open spaces and to enjoy themselves, it's crucial for health, for mental and physical well-being. But please follow the advice and don't think
that fresh air in itself automatically provides some immunity. 希腊里里确诊近百例，也是当地新增上多，并且有人死亡。官方宣布封禁限制行动，除了上下班买物件、买药啊、甲看病，外出需要查许可证明，若无便零罚款150欧元，相当代表4900块。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表示，疫苗上紧也过爱一年，建议各国应该有更加周全的公费规范。单靠封闭社区也是国境，无法度打败病毒。一旦解禁，疫情恐怕会更加危险。记者综合报道。香港也要封，香港的疫情昨天是加39例，特首林鄭月娥已经宣布说，对自古明天开始要封14天，外国人不能去香港，回去香港的香港人全部都要隔离14天。为了因应香港的疫情，林鄭月娥23日召开记者会，宣布4大措施，包括2月饭店开始封禁14天，所有海外人士未使入境；第二，其他经过中国、澳门、台湾入境的人士，14天以内若捌去过其他海外地区，也未使入境。香港机场停止专机的服务，所有不是香港的居民入境者，拢要强制隔离14天。这场是一场持久仗，是需要每一位市民共同努力。我哋係有信心嘅。為了要控制疫情，林鄭月娥宣布，所有為英國、美國、歐洲入境嘅人，一律攞按接受病毒嘅檢驗。香港23增加39例確診，其中30例捌去到外地，冇病例感染源含南桂坊嘅酒吧人潮真做伙有關係。因此，港府宣布限酒令，要受罰禁止酒吧含商店賣酒，要呼籲餐廳暫停營業，也是改做外送。全港大約有8600家嘅食肆、酒吧或者一啲會社係領有酒牌嘅，我哋將會透過修訂法律，暫時禁止呢啲領有酒牌嘅食肆、酒吧同埋會社停止售賣同埋供應酒類飲品。林鄭強調，對違反檢疫者會發出通缉，強力來執法。在港府宣布封禁之前，香港的政界就不斷呼籲要封禁。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必良也發聲，若是無隨來實施戒嚴級別的措施，香港會變作後一個武漢。他不希望疫情再爆發，所以今天我們其中一個最大的主題就是要一定要是全面封關，為了避免社區爆發，為了減低社區爆發的風險，我們認為政府是應該要求所有是入境人士是必須進行強制的病毒測試。面對外界質疑，港府上班宣布封禁，不過林鄭強調，時間不是問題，防疫的成效才是重點。記者由於鄭定玉隨報道。中国的武汉是已经封锁，中国对外表示讲，武汉市内的检查点即马拢未拆掉，要复工。登去武汉工厂吃头路的人，只要用健康码登去上班的证明，还佮防体温无问题，就会使自由出入。中国自从发生疫情了后，同在区的武汉就随宣布封城，而且封城满2个月。对官方一直讲，武汉新增加确诊人数是零，看起来该度封城的日子就特别高啊。为企业提供点对点的员工点对点的交通服务。第二个呢，对于有需求的企业，我们安排专车把员工从居住地接到了我们开发区。第三个呢，我们也集中了一批集体宿舍，为有需求的企业提供集中的住宿。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日前发通知，武汉市内检查点全部取消，等下像封城半解除，相关的登记做工课人员干那凭健康码，还佮有返岗证明，体温也是正常，第一档出入社区，卖到到恢复市内公共交通。1月23日至今，武汉关闭离汉通道已经满2个月，经过艰苦努力，湖北和武汉已经连续5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根据中国卫健委日前疫控指出，过一天新增加死亡病例九例，拢是从湖北来的。啊，不过新增加确诊39例，全部拢是境外移入。所以，甲防疫重点肯定咧防范境外移入，要求旅客出入境拢爱写健康申报。外国游客若是申报不实，就禁止入境。中国国家发改委是坦白讲，全球的疫情是继续伫传，对世界啊，佮有中国的经济影响是真歹预算。在乡村旅游这个领域，我们支持互联网的平台企业能够整合农村的民宿、旅游、会展等各类的资源，来提供创业机会。
对武汉豆豆解毒风险真侪方调伫咧欧拜台湾人，即个政府敢若甲因驻文管制名单，其他海外转来轻症疑似个案，采检一届第三登去厝隔离，要求讲爱公平。我们还是遵照这个指挥官所做出来的管理措施，就是用包机的形式回到台湾来，然后才能够集中检疫。当时会当启动第三波包机，两位回报确定的时间表，暗哥强调讲，照防疫第一、疫情优先、尽量去做的三大原则，继续跟中国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一个不幸的消息，这是真高跳舞的艺人刘真，进前做心脏的手术，结果手术到一半，这心脏点起，救过偌久，也是无救回来，日日的是过身，直到44岁。用影片甲网友照过简单动作，免去健身房，仍维持好体态。伊是台湾有名国标舞老师刘真，因为切齿因为心脏主动脉瓣膜过易，伫台北严重动手术，甚至到手术过程中心脏停气，伫第一时间紧急装叶克膜带入动静交互病房，因为伫医度叶克膜单换心，暗过伫个礼拜日暗时过身，享年44岁，叶先生心凉是真悲痛。在最后的这个阶段，那新龙呢，他一直不愿意放手，柯市长柯P亲自到现场再看过一次，也跟新龙做了恳谈，真的是没有机会了。心脏队护理师表示，主动脉瓣膜是进行全身血流的泵浦，但是出现过易闭塞不全，就会产生胸腔啊闷闷、会疼、会喘，甚至昏倒。病情恶化时，甚至心脏衰竭。假使那是先天性的患者，细汉的时阵就被检查出来，后天的原因较复杂，不过90%以上拢是因为心脏老化甲钙化引起。主要治疗方式是药物或者是外科手术。如果不做瓣膜置换的话，大概有50%活不过超过5年。那如果产生所谓的晕厥的现象的话，大概有50%的人活不过超过3年。医生的提醒，假使想要自主评估是不是有主动脉瓣膜经过的可能性，应先看本身是不是胸腔狭窄、会喘、胸胸昏倒，那爱都要马上看医生检查。记者综合报道。日日暗，台中一间金属加工厂发生火灾，造成三个越南劳工伫咧宿舍内底烘烧死。导火原因即马爱调查，也毋过外劳住的宿舍是用铁皮厝搭的工厂顶头，互外劳住伫即款所在敢好，即马劳工局嘛要查。二楼的铁厝就伫咧建筑物顶悬，外口已经烧到乌飕飕，这就是三个已经过身的外籍移工住的所在。前一天的火警造成三个人死亡，劳工局嘛随去现场了解，确认移工的宿舍就伫咧这间工厂顶悬。它应该就是一般我们俗称的厂住合一啦，在法规里面并没有限定这样是不合法或不行的。可是这问题会牵涉到它到底这一栋是不是合法的建筑物，还是违建？台中大道区文昌路这间金属研磨工厂，日前暗时6点外发生火警，造成三个移工受困死亡。虽然导火的原因还在调查，警方初步了解，一楼是工厂甲业者住的所在，二楼是移工宿舍。迄当阵二楼导火，窗仔门因为装铁窗，消防人员真歹甲窗仔门弄互破救人，造成这个悲剧。进前桃园毛发生移工宿舍导火，造成伤亡的案件。虽然劳工团体真侪届提出工厂较大个所在爱分开的诉求，不过一直无得到劳动部正面的回应。他本来是要去查查项目，现在变有报备就可以了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糟糕的推卸责任。他就是随便动一下，然后可以挡过那个时机之后，然后就停了。劳团表示，劳动部顶一日预告修正草案，敢若要求头家人爱家己报备，敢是有落实相关的规定，并无强制力。真侪中小型的工厂因为能力有限，嘛无法度随改善制造安全的问题。这三个移工拢是合法申请的越南籍移工，来台湾的时间差不多1年到2年，劳工局嘛会甲因头家协调，协助家属处理后手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武汉肺炎疫情严重，结果阁出现爱居家检疫的人四界拍拍走。新北市芦洲有警察昨夜布置巡逻时，发现一个应该爱伫厝内隔离的查某人，竟然骑奥多麦要去卖场买物件，即马被抓到啊！车主是谁？是我。那你不是居家检疫对象？我想说去前面买的东西。
那我回去我就住在旁边而已。你这种违规呢？我想说买个东西，因为我家里都没人。这个查甫人是对干部者做事回来。按照规定，要居家检疫十四天，未使出门。结果才第二天，伊讲伊因为厝内无人，不得要要出来找食的，拄啊好拄到警察，警察嘛当场甲伊解护，甲押返去三重埔的徛家。即马伊可能爱罚款，可能爱罚款十万以上，一百万以下。来关心劳动部，本地是讲三月份要开基本工资的小组会议，啊，毋过即马是要撑到六月份才开。因为讲六月份的是看疫情的感觉，即马看疫情才要决定敢要开敢要起。啊，毋过呢，工商团体是呼吁讲，每年的基本工资看即个办事应该是毋好去才对。国外陆客无来，饭店陆续传出爱员工减班休困。行政院主计总处二三公布，二月失业率3.7%，比一月上升0.06%，也未反映出疫情对就业的冲击。不过，伫明年基本工资方面，劳动部先将三月份的工作小组会议延期到第二季，也就是六月份才要举行。可能延到一季之后再来讨论要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到时候才会按照当时它整个发展的经济情形跟相关的资料来做研判。今年基本工资一个月是23,800，时薪是158元，连续四年调起。原则上每年第一季会先举行工作小组会议，属于前置作业，第三季则是正式基本工资审议。以这两年来讲，审议会参考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劳动生产率、家庭收支调查统计这数据来决定今年是不是要起。因为疫情有了变化，劳动部认为前置作业要延后较妥当。工商协进会是呼吁基本工资唔通阁起。现在影响最明显、最重的哈，就是旅馆跟交通业。如果评估不正确的话，那企业歇业或者是哈停业，都是造成企业的损失。工商团体也讲，外销订单甲去年一月同期比降12.8%，出口降7.57%，拢反映疫情初期产业都受到影响。劳动部是回应到时阵会阁参考最新的经济指数，即马都咧讲无要起基本工资，要阁先过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根据疫情指挥中心的公告，若准爱居家检疫也是居家隔离的民众，即马会使开始申请补偿，一日会当领1,000元，也毋过爱报违反规定的人才会使领。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伊是表示讲，目前台北大台北的负压病房已经用70%，若准这疫情愈来愈严重，恐惊也无够用。目前国内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的民众，还有相关的照顾者，卫福部公告23开放线顶申请防疫补偿，大家会当得到1,000元的补偿。啊，不过申请无条件，必须无违反隔离检疫的相关规定，隔离的期间嘛无领薪水，也是相关补助才会当领。那些民众非必要去三级警告国家，回来了嘛未当来领防疫补偿。要件是说要证明说这个人没有领到薪水啊。那你要证明说他没有领到薪水，那他说他有领到，他没有领到薪水，那我们到底要发还是不发？我们必须要拿出更具体的证据啊。针对防疫补偿，吴珊珊表示，台北市政府相关单位伫咧小连锁收件，会来审查敢是有符合资格。另外，日日新增个案例当中，头一个出现安养机构的护理师确诊，台北市当地建议养护机构加强探视的规定，限制一礼拜一次采医药实名制，尽量伫咧户外，也是鼓励用视讯。啊，若是礼拜日暗时，新北市有居家检疫者走去夜店去用处罚新台币100万。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目前新北市居家检疫的人数已经有10,540。人是全国居家检疫的1/3，呼吁居家检疫的人唔通乌白出关。新北市卖用所有资源来预防大规模的社区感染。当医疗体系崩溃的时候，你得了病，你想救都没机会。现在发生叫零星的社区感染，小规模的社区感染，我们的负压隔离病床就占了70%。如果一个大规模的社区感染来的时候，剩下30%足以抗衡吗？面对环保署确诊病例，侯友宜表示，新北市若是有当前确诊，一定会公开透明向外界来报告，而且会用同理心和包容的心来看待确诊个案。记者综合报道。
环保署的基层员工确定去为着武汉肺炎，即马环保团体是呼吁讲，环保署内底一寡大型的会议，亲像宽屏，应该停两礼拜较妥当。也毋过环保署是表示讲，一切按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示，开会时会坐一个、让一个离较远的，一切拢会照常。建立环保署除了基本的牛体温加酒精消毒，来开会的人员也加速来人员分流，坐特定的地推，就以参加宽屏会议。环保署也早的公布新规定。因应武汉肺炎疫情，环保署针对环评旁听的规定变严格了，必须先事先报名，否则不准旁听。另外呢，如果要来现场发言，得到旁边的会议室先看直播，然后顺序到了才能到隔壁去发言。环保署出现修例确诊，也予环保团体紧急联署呼吁暂停宽屏顶大型会议两礼拜。过去只要拄到重大案件，宽屏会议室总是挤满了委员、开发单位、民众等各方人马，所以宽团建议停开会议，降低疫情扩散风险，也避免民众因为疫情限制民众参与。那环保署现在用把民众隔离旁听一个会，其实对参与权已经是限制了。那把民众集中到小间的会议室看直播旁听，其实在防疫上也不是很好的做法。也不过环保署表示会遵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指引办理，无限缩参与的问题。登记发言还是不影响他的权益。那环评很多会议，你还可以书面意见都可以提供。那书面意见提供结果也会在委员会进行讨论。环保署表示，环评会议真多，停开会影响开发案申请的人，所以会加强防疫，决定减少开会人数。开发单位限制两个人进入，五会人会让一个坐会，并且要求挂嘴安，室内会保持良好的通风。记者综合报道。五月份、五月十六、十七要举行的各中会考，即卖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教育部正在规划。嘛讲，若准有学生囡仔爱居家检疫，也是居家隔离，会另外传一张考试予因参加，而且题目的深度甲水准会甲第一张考试的是同款。啊，毋过日子还未决定，还阁讨论。高中教育会考会伫五月十六、甲十七登场，敢若剩高半月时间，疫情线也阁在退烧。教育部等相关单位决定要建议两边考试的方案。第一个一定是在五月十六号、十七号，他没有办法，因为检疫的关系无法参加的这群考生，大陆考场跟我们台湾的补考的时间，它会是一样的。无论是正式卷或者是就是这个补考卷的这个处理的部分，都会用一样的规格来处理。基本上因为事务上的一个安排，所以原则上的会。按照他的一个时程的部分来做一些的处理。今年会考大约20.9万人报名，负责出题大师大心测中心指出，原定日期的第一遍考试照常举行，第二遍考试敢那好因为疫情防疫甲隔离检疫无法度参加第一遍考试的学生啊参加，具体就落的时间甲细节还阁无定案。你第二次考的人会不会因为多两个礼拜的时间做准备，他比较有优势？考生自己主观上觉得好像考得比较难。所以会产生有一些不公平的争议。如果在没有一个人数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然后那要不要考虑对于民进高中增额录取？这可能是要教育部要思考的。事务的部分一定会遵照 CDC 这边的防疫的规格在处理。教育团体认为讲，相关单位对考试的公平性、甲选后免试入学的增加录取等等可能性的状况，要做好万全的应应。啊，若是会考，敢有可能用梅花座，还是予学生啊挂嘴安？家长敢要备考，即挂拢搁在讨论当中。原则上会照疫情指挥中心的建议执行，啊，搁无最后的结论。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观光受影响，花莲真侪卖食的拢无在做生意，真侪店头无开，花莲的农产品嘛无销，即马因是望政府会当斗三工。啊，毋过即马伫家己是因设一个网络平台，互民众会当伫咧网络买物件，一届就当甲家己的农产品买互交转。每晚中昼的时间，花莲文昌村的文健站灶卡内底，无用煮食甲料理。花莲的餐厅因为疫情休困无营业，和原本写好餐厅的菜卖袂出去。吉安乡公所为着要协助农民，逐工买只的菜提供予当地14间文健站的士大来吃，帮助农民维持生活。疫情的关系，餐厅的游客都没有来，所以我的地瓜叶是受到影响。不只是我的地瓜叶，还有其他产品，还有其他的小农，跟我遇到同样的困难。
他们因为第一个行销网络部分他们是不懂的，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比较大众的餐厅使用的叶菜类都没有再使用了。疫情除了让民众较少出门以外，也改变目前消费的形态。嘉义县政府为着要因应这波民众减少出门的趋势，也整合嘉义县18个乡镇市农会，按算要透过这波网络买物件的习惯，替农民增加买物件的管道。因为疫情期间哦，现在宅经济正夯，那其实很多是很忠实的这个农会的消费者，那为了解决大家呢可以快速的哈一致呢采购到不同乡镇的这个农会的产品呢，所以嘉义县农会呢就扮演起一个平台。根据卫福部的资料，目前嘉义县市甲华东地区也无出现确诊的病例，不过疫情的时间愈久愈长，对各行各业的影响嘛愈来愈快。地方政府除了加强防疫措施以外，也尽力咧照顾产业的平衡，希望会当降低对地方产业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南投，南投草屯有一个少年家，伊正兴咖啡，伊研究咖啡已经研究高档瓜，即马伊是向政府申请补助，家己找店面开一间家己的咖啡厅，嘛利用在地食材做料理，希望讲创业的路会当愈行愈快。研究咖啡九年啊，一杯咖啡磨中如冲了真熟手，冲刷了后，佮家己做的点心放入去盒仔内底，准备卖予人。磨中如是南投草屯人，留伫咧故乡创业，伫咧劳动部青年职业发展中心的辅导之下，即阵伊开了家己的咖啡厅。伊也讲起创业的头一步，上界困难的所在，就写企划吧。对，把企划，然后更完善的去写，还是会有很多问题。然后在他们的关心之下，也会慢慢的解决这样子。还有一些就是开店或者是说开设公司的设立的一些章程、记账这些相关的一些费用我们这边都免费提供一些咨询。唔那创业，莫仲如佮塔卡当对料理起，即阵伊用在地对环境友善所种出来的食材做泥菜，人客欢迎也不哩也好。伊也去予老师邀请登去南开科技大学演讲，分享创业的经验。在地的风味。然后还有比较异国他乡的风味，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做的年菜还蛮广泛。过他这几年的一个咖啡的一个专业，也请他来学校这边来指导我们的在校生去做一个创业的动作。莫仲如坚持做家己有兴趣的代志，也骨力气，即阵总算拼出属于家己的一片天。伊认真拍拼的精神，也成做少年人创业的模范。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总统蔡英文进前宣布讲要投入100亿救观光。交通部长林佳龙随甲饭店业者，还有旅行业工会做会开会讨论，要听业者意见。另外，交通部大马宣布讲要投入700亿的交通建设，要提早开始。台湾观光协会会长叶菊兰甲旅行业者交交通部交换意见，新型冠状病毒重创国内观光，交通部长林佳龙甲观光业者面对面交换意见。针对总统府承诺100亿救观光，这笔钱要安怎用才会当救急？有业者表示，若是扩大办理培训，恐吓是未赴。观光产业、饭店业就是等于重症的病患。那一定要把这些确诊重症的病患先止血，先医疗好，要避免经济的社区感染。业者希望救命钱能直接发给业者和观光，避免观光业出现大量裁员资金。林佳龙也承诺，补助的金额会让业者至少先冻过3个月。另外，针对纾困信贷部分也增加。交通部收集业者意见，最近会公布完整的纾困2.0方案。这当然就是。直接发那个现金的部分是利益两善的，听看看大家意见怎么样。因为认知上跟这个审核上面的这个问题，看要怎么来配合这样。交通部也宣布，因为疫情影响经济，已经检查各道公路、铁道、航海、航空等计划中的工程，全面加速办理。按算有60个案件提早发包，预算规模超过700亿，要让经济活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疫情严重，真侪国家拢封锁，吼，即航空业拒绝袂调。即马全世界拢共款，拢鼓励员工休假，无就是爱员工休无请假。伫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一开始，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就估计，2020全球航空业营收会减少新台票3兆4200亿。
但过因为疫情，各国推出禁止出入境的措施。国际航空运输研究中心这礼拜就提出警告，认为照目前进行，全球主要的航空公司在今年五月底之前，大部分的经营不下去，宣告破产。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for them to make money this year, as is the case with most Asian airlines, and it really is a depends on how long this situation lasts, you know, how bad it can get. But certainly for the next few months, the outlook is extremely challenging. 业者经营上大问题，唔那是台面的碳或者是料，上重要是现金的收入甲支出。面对各国封锁边境、各大机场的天气病，已经去有无法度飞的飞机占满。渐渐啊，拢无营收的时，员工薪水、银行贷款利息、飞行的租金，也是支出。安那先现金的支出，特别业者上重要的代志。航空公司升级的撇步，不是短期失掉员工，或者是减少工时，就是鼓励员工休无薪假，佮申请留职停薪。安那开发财源是拢个重点，放伫政府的纾困措施。伫后面了后，美国嘛准备推出相关的方案。事实上，唔但是个别业者开嘴，包括星空、天合、甲环宇一家等，代表全球半数以上航空业的三大联盟，拢呼吁各国政府用互相协调的方式进行纾困，除了现金、纾困贷款，包括延后税关甲立规费，拢伫个建议范围内。予人注意的是，这么多年来，甲资方对立、三不五时以罢工做抗争手段，争取福利的航空业工会，即摆面对严重疫情甲产业疲软，嘛转向支持资方。产业分析师指出，业界预计武汉肺炎的冲击是为主单位，部分业者先前措施是短期失掉员工为主，毋是因故开除员工。因为当产业的景气恢复了后，业者还是需要会当随上班的空地行政员，重建航空业未来。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心说，人讲讲狗仔好鼻塞，狗仔的鼻啊真灵。有一份研究就显示讲，因为狗仔的鼻头有亲像一款红外线感测器这款功能。在研究员的命令之下，狗向铁马的方向冲过去，做找物件训练。匈牙利的罗兰大学和瑞典的隆德大学最近进行一项狗鼻啊感应温度的研究，发现无毛砍掉的狗鼻啊，充满各种神经感应尾，类似红外线感应器，有侦测发出温度物件的功能。What we are doing here is that we are training dogs to choose the warmer object that are visually identical.Dogs are able to sense the thermal radiation coming from warm bodies, or let's say weak thermal radiation, and they can also direct their behavior according to this signal. 科学家表示，因对狗的大脑进行脑部短暂扫描，发现当动狗的附近出现比气温更加高温的物件时阵，因的脑部活动就会变得更加活泼。这个发现帮助因更加了解巴西性动物的视觉、嗅觉、甲听觉出现障碍的时阵，是安怎发觉到附近的猎物。The canine heat sense had been overlook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this, on the one hand, may result in the over or revisiting questions like prey predator interactions and their behavior, their sensory ecology.And also, on the other hand, it may be that other carnivores also possess this ability. 研究团队认为，这个研究重心定位巴西性动物找物件吃的秘密，凡是未来可以当借着这个研究，知影更加侪咱较早唔知影的巴西性动物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刚刚讲武汉肺炎的病毒是对蜜蜂来的，不过泰国有一群人唔惊，是专门在捡蜜蜂屎，当作肥料摕去卖，而且利润还阁真高。马阿妈月娘要出来时，数百万只蜜蜂对山洞飞出来找物件吃，这嘛是泰国乐佩府村民逐礼拜一遍。入去千年历史的蜜蜂洞，采集蜜蜂的白血物趁钱的时阵，目前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这群村民同款无要停工的意思。ถ้ำของเราเนี่ยมีการกรวยขี้ข้างคาวทุกอาทิตย์ก็ทำให้เกิดไม่เกิดการหมักหมมของเชื้อโรคน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พูดง่ายๆว่ามูลข้างคาวมันก็อาจจะมีเชื้อนู่นเชื้อนี่อะไรเงี้ยแต่ว่าเราเหมือนเราได้ถ่ายเททุกอาทิตย์เลยก็เลยตรงนี้อาจจะทำให้ถ้ำเราค่อนข้างที่จะสะอาดอยู่ซอยตรงไหนเต้บิบโป้ชินเจ้ชุมชนเจ้าจิบขี้บิบโป้ตรงไต่หยกสามเดือนจึงเดือดตั้งสูจิบเดียว差不多500ถังเอบิบโป้ใบเสียบุตรเดือดตั้งเบ็ดไต่หยก70,000กว่าคู่เอไต่เพียวบิบโป้ใบเสียบุตรดูฟังหัวดันลิ้นส่วนยำกาเจ้าห้องต้องเจอเกลือยิ่งย่องเกล็ดอะไรปุ๋ยเดียวเต้เบ้ประโยชน์ของกินข้าวก็คือไปใส่ผลไม้ก็คือเพิ่มความหวานโดยตรงเลยเพิ่มความหวานเพิ่มผลเพิ่มสี
研究指出，微博身躯顶差不多有200多种的冠状病毒，包括之前的 SARS、MERS 病毒，拢会当伫微博身躯顶找到，也互怀疑是这边新型冠状病毒的宿主。泰国目前的确诊病例一直在增加，也有死亡的病例，但是村民是一点啊都无烦恼会去防感染。没关心，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ไม่ได้เกิดที่นี่นี่มันเราทำมาหลายปีแล้วมันก็ไม่มีอะไรใช่ไหมจ้ะไม่มีจ้ะวิบอร์ดที่ได้เลิกเพื่อหูสูดจงซีดูแลปุ๋ยแล้วกินใจหอบยิ่งอีกว่าหมายเท่ากับวิบอร์ดได้เลี้ยงเพื่อหายดีว่ากับ其他作物的糖ที่ได้搞混กับ控制糖海方面冇发挥作用微波东也放在做动物保护区，但是这些村民在入去微波东的时候没有专业的保护，只有穿长袜和长裤，直接用一件衣服在头壳上，但是有学者提出警告，若是在收集微波的排泄物的过程当中接触到新的微波水暖也是排泄物，都有可能会染到病毒。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高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高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高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高27度。外岛是14度到2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明仔同一个时间，万再会。